新闻开始来看到，在台风夜的惊险场面，一名男子突然冲进马路中央大吼，还在车阵当中不断的折返跑，随机拍打车窗，试图以肉身来拦车，突袭行为也吓坏不少经过的民众。好，另外在万华则有女子疑似为了赶上班，突然是高举左手小跑步的方式穿越马路，也让骑士反应不及，当场发生碰撞。不顾车来车往，男子直接冲到马路上，不停大声咆哮，以肉身拦车，甚至还猛拍小黄车窗，吓得问讲赶紧加速离开。但这还没完，只见他不肯罢休，又冲到路中，试图将车内乘客拽下车，接着跟跳入车内，问讲根本无法反抗，只好边开车边向警方报案。而这一幕也让目击民众全看傻眼。他在玩 GTA 啊。GTA 真实上演就发生在1号晚间10点多，台北市大安区复兴南路二段，陈姓男子疑似情绪不稳，失控冲到路中，随机拦车。警方后报立刻到场，但男子还是不肯乖乖配合。不要再过去了，回来。回来干嘛？费了好一番功夫，终于将他压制在地。警方也随即呼叫救护车到场，将人强制送医。警方火速到场查处，现场会同热心民众合力压制并管束于人行道上，避免事态扩大。警方亦派员随车接护，以真万全。好了，这回警民合作，及时化解危机。不过街头惊险场面还不止这一桩。女子高举左手，突然小跑步穿越马路，其实根本来不及闪，当场撞了上去。这一摔不止导致机车车壳多处毁损，骑士和行人也挂彩受伤。事发就在台北市万华，送信女子疑似为了赶上班违规横越马路，没想到却发生车祸，不止得吃上罚单，还得支付后续赔偿，实在划不来。记者赖欣怡、白板旺家台北采访报道。